就是冷漠，对你说一百个理由，白给你一个笑容，迷恋你眼睛彩色漩涡，需要你 I love you。 请说。今天我们要为各位带来的是塔拉的雷解说。我刚刚本来是想要叫神力女超人上去，看看她要上自己上去，然后就不用提醒她了。我本来就打算用制裁抢鸟，从魔物凯撒不是打野的话，那制裁基本上是打小兵或打鸟的。意外发现有，弹一下，帮勇弹一下。注意到我们打野已经到，我们现在应该会过一点。我们打野也到了。然后中路也到了。现在我们是一波很大的团战，要么就一波全死，要么就一波都没有死人。看来我们是一波都没有死人那种状况。他们的中路跟打野，我们慢慢回去做自己的事情，不会在魔路停留太久。刚发才发现我好像跳太远，没关系，所以我才用二技能消耗一下它。我猜不出来，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坦克没有做到坦克的责任。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使用过大招，代表他们没办法把我打到很深。我不晓得为什么永会有蓝 buff， 应该是他们吃自己的蓝啊。他们并没有击杀我们的人啊。不行啊，这人太多了。连他们大家都来了，我怎么去救勇？如果说只有那个爱丽丝跟勇，我当然可以去救他。问题是，好，企业我过去一定
它本来有就会自己就死掉了，啊，还丢了魔。要进塔来跟我说一下，我制裁你。永嘉闹人啊！哦，因为爱丽丝不在。我们把爱丽丝脱离战场。然后就没办法辅助到了。涌出来了，涌出来了。我让勇的专注力改到我身上，然后就没办法去追击呀。所以啊，是没有去选择去追刚走掉的两个人。好，我的第一个人头。终于脱离了000的悲哀了，请求请我们去找罗聊一下天。然后我们把他技能给用掉，他技能就丢在我身上，不就是丢在我身上就浪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回血。个拉兹，硬要跟我们抢魔龙，就最后还抢输，还送一个头，他自己去就好。我们要是顾下路，下路现在有三个人。那个鸟我们就放弃啊，吃不到，那走吧。制裁一下勇，你看勇马上变半血。前方有个骑友，赶快撤退。其实我看到骑友的时候，勇就应该撤退。骑友蓝你怎么打得赢呢？骑友那大招是无敌耶。我们去下路清一下兵，顺便把勇给打掉。不行，七月来。应该看得出来，我非常怕企鹅，宁可开大招，也不肯跟企鹅会战。
再清一下冰箱。我来翻译。因为他们现在人都不在这边，还有一些死人。不痛不痒。我们杀掉的是拉兹，该是开大招的时候。刚好回血，回血的量刚好满了就他大招就没了。清理兵线。战机200，因为我都在帮队友啊，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给那个。突然有一个 line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击杀别人。很准嘛，怎么不敢过来？两个 buff 还不敢打我。那拉兹挡住了我追奇尔的路，那让奇尔顺利跑掉。一套你把那个爱丽丝给拿走，是爱丽丝还是塔拉？那我杀到一个人，哦，没有助攻。这是拉兹，真的是我的了。他太早放大招了，不行，我打不到他，难怪开个大招就跑掉。啊！救命哦！我不会复活哎，怎么办？听说那个，应该不是听说，我亲眼看到，体验服的那个复活战甲改成西瓜了。以后看到，搞不好以后正式服也会把它这样改，西瓜就是复活战甲啦。不行，我保护你。啊，应该是死的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有拉兹，拉兹我是没办法把，给打掉，他给打，太难打了，你知道吗？又被你给跑，保护勇，勇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我永远站在你前面，中华电信，我是中华电信，坦克就是中华电信，
听得懂就是听得懂，恭喜你；听不懂就算了。我制造了一个新的语录了，坦克就是中华电信。我的制裁是拿来用打人的。啊，我还想说上去用制裁抢魔。奇怪，刚爱丽丝大招不是有打到我吗？他们没有来追我，可能不知道我大招开。我是目前我两队唯一没有死过的，这真的很骄傲，不死战士。连对面塔拉都死过。抓齐尔，我要死了！哦呦，没死哦。勇嘞，哦，勇在后面，我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对不起，勇。你一个人是顾不了他的。那勇一直在背后偷打，哇塞！他们小兵要顾了。现在没办法来打塔，因为他们我们的小兵已经到他们那边。我也死了。哦，聪明哦，打凯撒。罗太冲，我好冲哦！
刚发现有，本来想要追击一下他，但是他的坦克绝对不会允许他把输出给打掉。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奇了，回来啊！兵线快来了，怎样？我有压力，怎么样？输了，神域上，赶快！啊，塔拉，可恶啊，塔拉！最后那个就是塔拉打的啦，又输了。因为我刚没有死的话，我就是标题不死战士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现在不是啊，但是有点扶不起的阿朵，而我们这个是弹不起的塔拉，因为我并没有出那个狂暴啊，我也没有出长生护符啊，没有很坦。后来发现我其实这个装备没有很坦，我是用输出去打。你看对面的塔拉还有塔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这边结束了。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帮我按个赞，或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感谢各位观众花你们的耐心收看这部影片，记得继续锁定我的频道，拜拜。